是一万步，我只求是要不再做太多路。本来是我说我来唱作，他们来编，结果他们反过来说，哎，不如由我们来唱作，你来编了、啊。但后来他们自己也编了，所以连词也敲定是谁来填，所以变成是，录音的时候我只是来监制，还是会有意外的收获。预料是应该是这个歌是怎么走的，结果到他们的手里就有一些变动，跟我想法有一点出入，但是他们的想法是更好，所以我就跟他们的方法去。我们都是爱谈话的人，然后他有个外号叫吹神，我的外号叫山王，就是很喜欢大山的。因为我们结果一到录音间，头三个小时都是在谈话跟吃东西，真正的录音期间我们的部分不超过30分钟，连那个合音部分加起来都不到50分钟，所以真的很快的。但是我们就花了时间有差不多4个小时，只是前面3个小时在聊天的。